他这个比较辛苦，他生意很好，生意很好，你是捧一直捧捧不停了，卖五百礼拜没法做了，太多人了。李丹中啊，李丹中对，要饭啊，要饭。我问他叫我早点回来，一说要这三点多才睡觉了。 累三十会累的，只要是习惯了没办法。抽烟每天都抽烟，只要你不抽工，怎样吃，要拿哪钱呢？以前赚钱赚很多，都是烂赌，赌到完，啊，所以没什么储蓄。 我先做好了，全部都是，全部都要在医院。21岁结婚，过三个孩子啊，孩子跟我合不来嘛。但是孩子什么我都是要打他们的，好赌，又家暴，所以搞到离婚收场。 这小女儿的生日，我最疼着她的。我只要一个礼拜过就先画给她玩，那就酒店吃，再去买东西。现在我不想见，除非她找我没办法，不想见我，我又不想见他们，因为我对她不对不起他们嘛，我不想再去打扰他们家庭，自己搞错没有办法验。我最愧疚的是我的孩子，我说跟他讲声对不起，以前老爸都说了。 也希望你们原谅。这是油木做的，打了灰啊，放地下，我们这个打平了地下，少了啊，才可以铺这个砖。现在很多以前做的是很少了，没有用这个，至少30年了这个，我很久收起来当纪念了。 建筑业比较辛苦一点，现在比较轻松啊，建筑业用手全部用手敲的东西，扬飞啊，就是用手敲的。做了这份工作是有习惯了啦，手脚生熟练了。啊，老板说直接帮他做这个学徒了，工钱是一天是4块半，也是很高，当时的工钱4块半，工钱很高。 Thank you.
还可以工作，我要工作，做申请恢复，啊，不用用靠政府来养你哦。因为他们也帮过我嘛，以前我在新竹做跟讲那个 CCC 他们给我申请过，所以好像回报他们啊。但回家会啦，会写信哦。如果看到照片只会哭，晚上回家就是一个人啊，早上开眼睛就做工啊，就比较开心，因为很多朋友啊可以玩，开开心心的过日子。Yeah.